耶、yeah, 欸，很大志哎，新北大都会公园，我第一次来，来参加4月1号到4月5号，妈的，等你剪完上去都结束了。2021新北同乐节，然后这个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设施，不然这样阿呆，你今天就随便剪，然后就上片要不要？随便剪啊，字卡不上啊，字幕不上了啦，要不要？我讲话今天国语标准一点，您就不用上字幕了，可以吗？呆哥可以吗？那今天是受到这个盈婷姐的邀请，我们今天要来这边参加，听说这边有放一些新车，虽然我们是二手车的，好歹我们也想办法可以跻身一下这个专业车品，去接触一下，感受一下他们的氛围，还有他们的专业，好不好？啊，走，那我们就出发，好，不要讲太多，比较好剪，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这衣服啊？我去买的时候看他穿在人偶上，对不对？他也是穿牛仔裤，然后也是穿这个衬衫，然后也是这样扎进去松松的，有没有？看起来就很帅。我穿起来有点像收账的，你跟我讲。到底在问题到底在哪里？脸吧。脸，我脸像收账的，还不还钱？我们先放个桥，对啊，他现在好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中古车非常强大的，小心，哎，不上台了。来，展示一下，粉色的情侣。你们今天，我们来唱三星酒店的，有啦，那个价钱还不错哦，价钱还不错。对啊，那个应该我要公布吗？是不是？对啊，其实保值是一个问题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换不了车啊，这才是问题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场来宾给小司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每次他出来没有掌声好不好？我都要被骂。你刚跑去逛街对不对？没有好不好？我一直在看你好不好？我那边走来走去又不知道干嘛，看不到你。我看你很不知所措。我不知道干嘛、啊。好啊，那个回去就啪啪啪啪啪，哗上船好吧？快点，趁这两天快点来好不好？现在人多哎。肖维有啦有啦有，不行啦，你这个所以在我频道都太正常，我都被骂、欸、不行啦不行，你正常为什么我要被骂？你正常是你的问题啊，怎么会骂我、哦、是我的问题，对，骂我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所以为什么来这里都不正常，所以下次你来我的频道就正常了。对吧，很难对不对？你来我的频道我就正常啦，好啦，快剪剪上去，然后好，趁这两天有空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可以逛一下，有的吃有的玩，尤其有小朋友的可以来，真的可以走走、啊、好不好？听到声音的话记得来跟我们看一下车，你补啊，你要拍这几台车，还是我要讲那个车啊、哦？讲一下，边什么头槽，头槽什么好讲的啦？我跟你讲啊，这台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边嘛，有没有？上面那边嘛，对啊，就这样啊。然后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实验塔有没有？后面看起来如果是黑白色，很像那个京剧脸谱，你就跟在后面，很像那个四川变脸那个啊啊，好像这样，比如说这样，对，有没有？啊，阿提斯这边讲嘛，路上看就有了，对啊，计程车一堆，嗯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刚讲过了，啊，这一台哈、哦，其实我很有兴趣，哦、这一台它虽然锁着，可是我从外面看到它里面内装是灰色的，干的，这个音量吗？你知道的，你自己去拍，你自己去拍，我拍不到，你看看你看你，你去拍，你去拍来中那里看你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看那个椅子的皮啊，有够糟的。为什么上面就坐上？那很像，它那个皮很像计程车皮。我是还没摸到啊，因为它今天没开门嘛。嗯。但是我从外面观察起来啊，它那个打洞跟那个皮革、啊、真的很像计程车的那种塑胶盆。可是应该我在想，可能它是很软的，可是我摸不到，我只是看纹路而已。嗯。因为它要卖到快300万呢、欸。快300万。对啊，你给我塑胶皮，我受得了吗？所以应该不至于啦，对不对？嗯。只是说这个看起来，这种灰色的内装看起来真的就是。哎、欸，我现在看到 RAV4 都很像看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地上面哦，我们的等一下多元计程车的表演。我每次看到这个车，然后我就看到牌都是红的。不过空间还不错啦，空间还不错啦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你不要再逼我了，你逼我接下来这次干什么？你不觉得我很少在讲头又大的车吗？开始这样逛一圈，要不要？哎、欸，阿蛋，你想吃东西要讲哎、欸，妈干，我要减肥，我不能吃啊。你看他想吃要讲哎、欸，我可以买给你吃，没关系。啊，观众朋友想要看吃的啊，有可能嘛？想看阿呆吃播啊？哦，哎、欸，你喜不喜欢吃鸡蛋仔？嗨，铁粉，小四哥，小四汽车，每集要必看的，真的。要不要来帮我们等一下试？谢谢啊，生意兴隆。烤香肠好香哦！阿呆，下次你有没有朋友吃素的？有啊。你说要吃要不要素香肠？啊，不是素鸡、素鸭、素鹅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要素香肠。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那个水果泥，那个你知不知道？一盒一盒，有颜色，软软的，像贵的。那个小时候只有那个要郊游的前一天，妈妈会带你去家附近的面包店。面包店？对，里面会有一盒一盒，还有什么你知道？寿司，像阿婆寿司。对，就是只有黑的跟豆皮这样。那以前要去国小要去郊游的时候，那平常都吃不到，你只有到郊游的时候你可以买，可以买然后带去吃。所以小时候期待郊游不是期待去玩，是可以吃寿司跟那个水果，那个应该是鱼吧，我不知道怎么念，摩天轮。我怎么觉得小朋友被卡在上面呢？为什么没有在动？关怀流浪动物协会知道吗？爱心义卖，我们爱心义卖一下好不好？这是流浪动物协会社团法人米可斯关怀流浪动物协会。哎，我们看可不可以就是有一些心意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那个可以捐款对不对？这边可以捐款。来来来，这边我要捐款有没有哈？然后这个他们的地址，还有他们的汇款账号，好不好？这是猫咪的，那我来，我可以直接捐对不对？对，可以直接捐，也可以用线上的。好，对，好。谢谢你的爱心，谢谢。我看，慈济有一摊、两摊、三摊、四摊，酷塞！我以为那个慈济的那个棚子应该是柱子是龙啊、凤啊，然后上面是妈金色的那个蒙古包啊，怎么没有？不要在人家门口讲啊！啊，这不要在人家门口讲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结尾，走走走，没有结尾了啦！没结尾，快点来啦，还不错，走一走，带小朋友走一走。4月1号到4月5号。9点到5点，好不好？我们第二天晚上上船，你还来得及。但是我已经不在了，这是伟哥的名言，不要来找我，我已经不在了。在，好，好，走。跟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说一下祝福的话，祝我们这个频道那个订阅破100万，100万，对啊，快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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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祝福一下，哇，100万订阅，祝福小诗什么？汽车频道，汽车生活频道，生活频道，哇，比我还了解，我比你还了解，因为我是订户，你是吗？赶快订阅，还有小鸡三观点，我有订哦。好不好？200万的订阅哦，200万，厉害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祝福我们小师正功刚盖，那个讲话都不一样哎，我连那四个字怎么写我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来这个片段哦，放起来，好，大概8年以后，我们破百万的时候拿出来用。8年，刚你刚端起来，刚已经破百万了，还有8年，还有8年，还有8年哦。错我一条，我想讲我叫你清走，我的订阅还不到他的1/2，吓到，哇，错一条，你知哦，百万订阅了，还差你一个，对对对对，赶快，好，即刻订阅，谢谢谢谢七哥，哎。好，来访问一下德哥哈，好不好？德哥，可不可以帮我说一些这个祝贺的话？就是这个我们频道破百万订阅，然后好帮我们跟观众朋友这样。哦，小诗真的很强哎，一下子就破100万了，我都觉得我应该去吃土。哎，为什么？你们家有卖铲子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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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做华裔博吉哎。没有，恭喜啦，因为小诗其实是个很风趣的朋友，而且你只要一句好唱歌，我大概听去 KTV 唱歌，我感觉你欠栽培，应该出唱片。一概你啊，麦克风大概。总之就是恭喜小诗啊，那对，也祝小诗的生意蒸蒸日上，一切顺心。谢谢德哥，有德哥的金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保证8年后一定会破100万。靠腰金马博，不，我讲预录啊，我现在是预录啦。哎，我就是等下那一段8年以后会拿出来用。哦，也不用啦，其实我觉得8天就可以。小诗的才干8天，背刚既要背刚，既要背刚，画爸爸，对，好哩，能叫变天条。哎，蓝鸟金介勇。蓝鸟金介勇，你看我080哟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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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我控嘛控控哦，行路未知，腰子伤软。对，骨落去背起来。嘿，脚骨酸软，你就是找小师。对对对。小师，你不是白吃过？听你想要坐嘞，坐嘞想要倒
嘞，逗嘞，想要拍嘞，拍嘞都袂起来啊。哦，好，就食这蓝鸟金芥蓉。好，名人德哥推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愚人节都过了，你还玩这种烂梗？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人，哎，这节奏也可以，哎，我去他旁边跟他一起跳会怎样？等一下要下下去再下。